烧得好。多了，嘘，我就是来找你的。门主，你喝醉了。你躲什么呀？我怕吓到你。哪里吓人了？你眼睛真好看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。听说是一处秘境，无论身份贵贱、功法高低，只接纳有缘人。虽然江湖上屡有传言，但大多都是道听途说，添油加醋者众。亲自去过、亲眼见过之人少之又少。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进入七尺地？你是觉得招摇去了七尺地？可这七指地只容许有缘人进，而这世上唯有有缘二字，是如何努力也强求不来的。你先放宽心，也许再等几日就有他的消息了。任何事我都可以等，没有他的事我等不得。最好他是在七尺地安然无恙，否则我就算上探九天下探九泉也要把他找回来。你想用九天术？万万不可，九天术极其耗费施术者的心神，以你现在的状态，如果用九天术的话，就相当于九死一生啊。
你我师兄弟多年，虽然当年你身在山门，但多少日夜你我彻夜长谈，你对招摇的情谊我如何不懂。可是今日你若用九天术去寻他，便是拼伤了性命，你叫我如何袖手旁观？对不住了，阿荣，这件事本不该让你担心，但是事关于他，我没得选择。老板，我要看一下我的前世。十万钱。这么贵啊？嫌贵可以不看吗？看看。掌柜，我来给钱。你来给。嗯。谢谢。都散了吧，散了散了。把门主抬回五恶殿。是。半个月前的事情你不会都忘了吧？我该记得什么？你拆了房子，火烧了西月峰，可能还做了一些我不知道的荒唐事。我这么厉害？厉害，你看
你这个都不知道从谁身上抢来的，到时候还不都得还回去。你说这个呀？嗯，挺漂亮的，管它是谁的，戴在我身上就是我的。哎呀，西山主，别在意这些事了，我们应该往前看，继续我们的征程。骆明轩已死，从今往后我要这正邪两道都归于我手。军舰终于出事了，怎么回事了啊？
贤为什么要救我？看看，没羞没臊，不是啊。姑娘，连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姑娘的心上人对你用情至深，姑娘实在不应再驾驭小生。是啊，你说的对，我差点都忘了，现在小丑八怪手中的纹路门，其实是按照我一开始的设想去打造的。当我因为种种原因放弃这个愿望后，忽然知道有个人帮我把这件事情做了下去，就好像我手中梦想的线被扯断了之后，有个人历经劫难悄悄帮我织成了翼。谢了，钱我一定会还你的，我先走了，我已经让他等太久了，不能再让他等下去了。那个傻子现在都不知道该急成什么样子了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？啊，子由，你来的正好。我为什么出不去了？我之前一撞就可以出去的呀。你是不是在这里待得太久了？吃多了这里的东西，喝多了这里的水，越来越习惯这里的气息，也就难以离开这里了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难道阿姐你不知道？没人跟我说过呀。我们在这里待得太久了，很多时候就习惯了，也就忘了。一开始来七指地的人都是能够自由进出的，就跟阿姐你之前一样，但是一旦不能出去，那就再也出不去了。这里有阵法会掩盖我们走过的路，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去。你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撑不住了？你看起来好冷啊，会不会冻死啊？你退后，我来保护你。
暖和一点啊。很暖。那就行。你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哎，哎呀，前方没有路，我便为你开出一条路来。别怕，很快就不冷了。在外边啊，你走出来了。哎，你醒了，我把挡路的冰墙打烂了，早说呀，这么简单就能出来。秦千玺，我倒是要看看。当这江湖众人都知道你心并不至纯至圣的时候，看他们怎么对你。哼！阁主，阁主，这迷阵寒气深重，请速速我回千城阁疗伤。不行，我门主说了，让我带他回万鲁门。姑娘可否先送我们回千城阁，然后再做打算？不行，门主的话说一不二，一个字也不许改。总之，秦千贤今天必须随我回万鲁门。可是你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打你。阁主，素颜，那我们就随他回万鲁门吧。你们通知其他弟子找到阁主了，我们护送阁主去万鲁门。是。你总算醒了。这次我的傀儡走了几天啊？足足有三天。三天？哼，我在迷阵当中竟然待了三天。迷阵？老子一路追杀秦千贤，闯入素山迷阵，迷阵里面不分日夜。那秦千贤死了吗？没有。怎么会错过呢？喝多了。哎呀，我好了，我知道了，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。我想到了一个比杀秦千贤更有意思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以后告诉你。我走这几天江湖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这江湖简直已经变天了。金仙苏醒，陆昭瑶呢复活，而且陆昭瑶复活了。是啊，
还拿着六合天衣剑和厉晨岚一起把金仙和柳苏若给杀了。陆昭瑶拿着六合天衣剑，我让你查两个秦芷烟的事，你查的怎么样了？秦芷烟说她有一个孪生的妹妹，被发现后在万路门被审了一通，也没查出什么结果，反倒是把北山主给抓了。后来秦芷烟被抓去了凤山，好似给了什么血，金仙就苏醒了，紧接着陆昭瑶就来了，再然后厉晨岚也来了，再之后啊，骆明轩刚苏醒他就死了。你说这金仙是不是个笑话？至于另一个，后来就没什么消息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陆昭瑶现在在哪儿呢？听说封印完骆明轩后就炸成烟花消失了。我不过喝了顿酒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儿啊。那陆昭瑶不是早就在剑冢死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复活了？阿武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等待时机，杀了秦千贤再说。在这儿，你中了柳苏若的祸心术，被他带到了凤山，还助他一臂之力复活了金仙。什么？复活金仙？陆明轩死了，柳苏若也死了，秦芷烟放心不下你，把你带回万路门。芷烟呢？他去找陆昭瑶了。陆昭瑶？别的问题你去问其他闲人吧。等等，那山主，我父亲呢？你父亲之前被江河医过，并无大碍，现在已经醒了，不过他十分恪守什么宗门规矩，不愿意住在万路门，所以厉晨岚择了别处让他住。他似乎不反对我救你。哼，真搞不懂你们这群宗门人那股别扭劲儿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特意来找你的。不知南山主可有雅兴赴千景对弈之约？南山主果然不止医术高明，棋艺也十分精湛，想来这天下之事必有互通之处，唯有冷静智慧之人方能走到最后。人终究是人，就算再冷静智慧，也有走出轨道的那一刹那。就好比这一盘棋，往往是一子错，满盘皆输。听闻南山主师出虚宗门，为何会在这万路门一待便是十余载？又为何对那陆昭瑶如此忠心？想来他曾经帮过你什么？
他没有帮过我什么。我偷门派秘籍，判除虚宗门，无恶不作，十恶不赦。除了万路门，无处可去。沈楼主，如若再不专心，便输了。输便输了，可南山主并非如你自己刚才所说那般。顾寒光是个温柔的人。姐，没事的，咱们七指地挺好的，要啥都有，在里面多生活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。哎，你要是愁没钱入账的话，可以来咱们客栈工作呀，这样就不会愁没钱入账了。我必须要离开。哎，老板，你看你在七指地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见多识广，你看有什么方法能帮阿姐的没有啊？有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方法代价太大，我劝你还是别试了。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试，只要能离开。死也愿意？死不行，半死不活可以。行，随我来，看看你再决定。